现在朋友也算比较多了，人不少啊，尤其天气啊也渐凉了，嗯，没想到大家还都能啊过来听听相声，嗯，按理说这个时间点儿，大家在家看两集那电视剧的就该睡觉，对，啊，明天还得上班呢，嗯，没想到大家都没有工作，这个听你这破相声，破相声，没点工作丢了，没点破了，这个定心的，是是的，确实这个感谢您吧。尤其演员来说呀，愿意跟您呀多聊聊天儿。对，刚才人家二位也说的非常的精彩，传统节目啊，一个叫那个刘珠刘什么，哦，有点狗眼看人低了。哎，我这狗看谁都有点低，我看这狗也低哈。刘九如，哎，刘九如，对啊，刚才那旁边那捧哏的叫什么来着？孙九香，哎，孙尚香，这个，尤其这个娘们儿，确实她在过去毁了不少爷们儿。你那个，你不是你哪个眼儿看着人家怎么改娘们儿了？不是你刚才说的孙尚香吗？你刚才说了孙九香吗？我看这嘴型九香。啊，孙尚香。啊，跟酒香，把您的假牙先安上吧。假牙掉了是吧？您这脸在地下呢。咱不要那玩意儿。就说这个酒如啊、酒香啊，是啊，还有酒东啊，就他们这些个演员，尤其在这个酒字科里边，哎呦，您先等会儿吧。酒东啊，真的？谁酒字科的呀？哦，奶字科的啊。你是奶字科的？我奶你奶奶个孙子。有这科吗？这个台上就没法这么聊天了，因为我是一个文学修养、文化素质很高的人，我听不了你这个骂街，知道吗？你就是一铺盖。铺盖是什么意思？铺盖就是写信的意思。那你算是大铺盖是吧？你是铺盖 plus。plus 不是。什么玩意儿？咱俩在这升级呢，是吧？不懂您的词儿。你是九字科的？不是。哦，对，你是肖字科，对吧？你叫李肖乐。你有一个兄弟叫肖肖乐，我经常的玩你。我得让你玩啊，你是。你这倒霉模样。到最后晚上的时候，晚上我爱玩这个肖肖乐。哎呦，肖肖，要不然你眼神不好呢。肖肖，我也不是肖字科。肖肖乐。对，不是。肖字科你也不是。不是，哎，你也退出了。什么时候退出？郭德纲把你字儿也给摘了。摘他的干嘛呀？哦，你叫东东东，东东东起过东。你耍狗熊呢？谁我赫子科的？你赫子科的。对，他的名字叫叶赫那。哎，这个赫李啊，赫李赫子。啊，李赫东，说个李赫就开始鼓掌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你看看你爸迫不及待的，有点怎么那么喜欢他看大儿子呀？是不是？大儿子长得也精神，嗯，是吧？是李克东，李克东有没有掌声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爱戴你呢？怎么的？帅，帅，有帅的。哎呦，你喝我看吧。你怎么你还搓手出汗肾虚啊？看见你就有点虚。嗯，确实啊，李鹤东啊长得比较帅。没有，尤其啊现在在这个基本上这个捧哏的里边啊，他算是比较帅气。你可别糟践了，是不是？你说有比你帅的吗？太多了，捧哏的啊。谁呀？谁不比我强啊？谁比你强？哦，孙越。除了孙越比他好看，刘哲比你好看，梁鹤东比你好看，孙九香，孙九香啊，都是重量级的，对吧？四大千金，这是四千多斤，这几位加一块得够好几吨了，四千多斤，是啊，反正就是说李鹤东确实啊受到这个无知少女们的喜爱，知道吗？您光看他表面了。看他表面挺呗，其实说实在的，根本就不是个男人，对吗？这是你前妻告诉你的。说这话都可气我，早就拉黑了。不是我怎么我就不
不像个男人。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状态，因为可能是因为过了40岁以后啊，可能这个男人这个荷尔蒙啊。我刚30多，我怎么就过40了？30几了？我34了。别闹了，你属什么的？你过着吗？我跟你过着，他属马蜂。这个马蜂我怎么属？今年是本命年，马蜂年。马蜂，你马上就疯了。我属龙的，属龙的本命年，对，真的，大伙可能不了解。一般的情况下，您这个都是过年三十儿，当天晚上12点以后，怎么样？才穿上一身啊红秋裤啊秋衣啊，是不是？穿上裤衩啊背心啊红的，你看李鹤这一年都没穿裤衩。李鹤东不是了，李鹤东刚踏入24年，自己就浑身都穿上了，对吗？浑身穿什么？对呀，浑身你就害怕，因为你这个人就感觉，哎呦，24年本命年，可能是感觉对我不太好。是，你是犯那个太岁，对吗？犯什么太岁？我不好，都是我搭档方的。好不了，你就好不了。你老是让人家举报，那都是同行干的，不要相信。我不知道这个，我知道，这不是我举报的。确实啊，这李鹤东确实啊，现在穿的特别喜庆，包括穿这红裤衩的，对吗？你跟哪儿看？你现在看，你不信，你不让大伙看？什么演员说相声脱裤子来看裤衩？就说您是本命年，对吧？对不对啊？是。所以说，人家现在保养身体，包括也不忌酒了。因为以前都是因为喝酒啊，从外面闹事儿啊，跟人家干仗啊。打得跟血茄子似的，都是那个时候。怎么我是说这话？我干嘛？我喝酒，我偷你电瓶吗？是吧？现在好了，人家踏踏实实的在这儿演出啊，包括人家是我们德云二队唯一一个有职务的人。什么？你是我们德云二队的队长，对，没错吧？他是唯一一个我们德云二队的一个职务人。这个职务，职务人啊，就是有职务的小人。他现在也穿红袜子，然后买点那个踩小人的那红袜子，对吧？然后小人写着，就写着仨字，写的仨字，写着李云杰。我们哥俩都互相踩，那是右脚，左脚的谢文金。我靠，你会上下联的是吧？对，这确实是李鹤东，人家也非常的好。没有，确实相声也说的不错呀。跟人家在一块儿搭档，我们都快六年多了吧，那差不多，在搭档7年了。嗯，各位有几个搭档啊？包括这个夫妻又怎样了？哎呀，可千万别提这个，好，您7年您离3回了。所以说呀，你胜还是搭档亲戚，你胜似我的妻儿老小。我没拿你当亲人啊，所以说咱们两个人息息相关，关系才能息息相什么就不说了，才能活到，才能这个在一起搭档到现在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李鹤东人家不光长得帅，嗯，包括艺术造诣也非常的不错，这没感觉到好，非常的好，这怎么脆弱？不错，4门功课。对吧？对，你说人家什么都不，什么不会，没有不会的，都学过。4门功课是说学逗唱嘛。嘿，这脑子真好，没想到4字连音他都能说出来。说学逗唱，对，尤其拿这个说来说吧，要求演员嘴里边必须得干净，得利索，每个字都得送到您的耳朵里，不能贪污任何一个字。过去说相声练嘴皮子有这么几句话，怎么说的？说花2块钱买一小猪，滋滋喝水，胳膊胳膊吃豆，接着墙头扔出去，滋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死了。挺俏皮，对吧？你包括背那个贯口类的节目啊，什么报菜名啊、地理图啊，对，都得学，都得研究。哎，你比方说，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、十斤松盘、熏鸡白肚、清蒸8宝猪、江米让鸭子、罐野鸡、罐鹌鹑、卤石件、卤子鹅、山鸡、兔脯、菜蟒、银鱼、清蒸哈士马、烩鸭丝、烩鸭腰、烩鸭头、清拌鸭丝、黄心管，有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、南煎丸子、木须丸子、3鲜丸子、4鲜丸子、鲜丸子、鱼丸子、疙瘩丸子、豆丸子、汆丸子、一品肉、樱桃肉、马牙肉、红焖肉、糖炖肉、胡肉、扣肉、松肉、罐肉、烧烤、大肉、白肉。
落不着的，趴着的，对娘们儿双着藏着，为娘扇着五香娘的扳肉，穿三件包三件，毁银丝毁散蛋，油白杂碎三鲜鱼池里的鸡，煎穿火鲤鱼，板鸭口子鸡。捧哏的多容易，我背的跟孙子似的，他真好。我用你考试总结来的，是不是？考试总结，背的好不好的？那你也是那个，那也是哪个呀？孙子呀。所以说这是说，唱是太平歌词，本门的唱。太平歌词要走的是韵味，我给您学上两句，给大伙学学太平歌词。心内不明，何必点灯？不孝顺父母，你是念的什么经？打僧骂道，摘的什么素？恨风咒雨，冲的什么僧？齐州府代管齐州县，那齐州县代管何家营？那何家营又为何屠户？每日里宰杀渡过了金营，那买他一斤多给四两，买他二斤是多给一斤还要玉林。那何爷卖肉赔了本儿，回家吧，老母猪就上了绑绳，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？惊动了李鹤东这个小畜生。这不骂街吗？这不，你骂你原词就这词儿，原词也不是这词儿，解放前就是这词儿。没听说过解放前有我吗？多新鲜！我以为你是老艺术家。没有。这是太平歌词，其他的都是学唱的，那学的种类更多。哎，学的范围比较广。哎，具体来说，您都学点什么呀？学的像什么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头浮的，我用你捧哏呢。谢谢。就为了省点事儿。哎，草坑里蹦的。哎。这都学不了。是啊。说了半天你。废话，你跟放屁似的，都霍霍没了都。哎，学的还真不少。嗯，你包括唱，其他的学唱。学唱的种类呢更多了，啊、像什么京评帮、小曲小调。哎，对了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是，尤其在这个唱腔方面呀，包括有很多，是吧？京评帮啊，包括这个戏曲呀、曲艺呀，对，作为我们年轻演员都得会，都得学习，都得研究。但是我啊，这些个曲种里边啊，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题材。我觉得是历久不衰的，什么题材？而且广为流传的。那您说说，叫大西厢。啊，这有听过的吗？哎，这个题材呢，基本上老唱，不管是哪个曲调、哪个曲种啊，都在唱。对，这大西厢说的什么呀？说的是张生和崔莺莺，对，还有红娘三个人的爱情故事。其实这仨人能一块儿怎么着啊？没有。哪说错了，俩人啊。啊，对对，崔莺莺和红娘两个人的爱情。俩女的。哎，这两个拉拉呢，他们拉拉。到哪儿拉呀？拉着手啊，往前走啊。谁呀？张生。张生和红娘。别红娘啊。啊、哦。崔莺莺。哎，对了、哎、张生和崔莺莺两个人的爱情故事。哎，红娘不走。红娘拉了一条不拉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举报也得干。那个拉没线儿，拉什么没线儿啊？我没拉线儿，我没拉线儿。很多的曲种都唱过，是。你比如说最广为流传的，大伙儿都知道这个，我们班主啊，我们德云社最大的头啊，那个我们德云社的 ICU 郭德纲先生，他在住院的时候，在哪个医院抢救？没有，一天两万块钱。哎呦，那时候在里面啊 ，ICU 行。CEO， 哎，对了，在 CEO 里边啊，在 CEO 里边，没出来吧？出来了，没吃那个安宫牛黄丸啊？在 CEO 里边吃，对吧？完了以后，这个唱的那个代表作，一般的情况下，这大西厢都是郭德纲先生商演，对，一般小园子他不卖这力气啊，小园子也唱，小园子基本上两三百人他看不上，啊，都得去那好几万人的场子。哎，他都是在那儿那个骗挣钱呀、啊，挣钱的时候人唱的大西厢。嗯，我给您学唱大西厢。大西厢好啊。此日清晨辞别。
啊，哎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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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苦就是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嗨嗨你哎嗨呀，多余唱了，还得听你唱。所以说呀，我这倒霉就是他方了，这就是郭搓郭德纲先生，人家唱的那个次日清晨，对对，每回片前都唱这个大西厢，对吧？嗯，你包括一些这个京剧、京戏的，京戏里边也有大西厢，有，对吧？嗯，京戏尤其这个有这么一段比较著名的，叫什么呀？就说这个红娘，嗯，红娘拿着棋盘耍棋盘那段，哦，对吧？这个棋盘呀挡着这个张生的脸，嗯。这个张生呢骗过来，嗯，是吧？行，话筒歪了。过了这花园去见这崔莺，是是是，我给您学一下，您给学。这是一个旦角啊，这是一个这是比较正能量，小曲小调
您说的这个正能量的，没猜错的话叫闹五更吧？对对对，闹五更唱出来也是非常的正。这能唱吗？那可不，唱出来非常好听。闹五更这玩意儿台上能唱？台上能唱了。这跟十八摸没什么区别，这个。没有问题，可以唱。那您来两句，我听听。夜更里那个张秀才跳过了粉皮墙而来，泱泱可就说。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，那么呀姑娘跳过来，你呀跳过来，你白白的跳过来，哎哎哎哎哎啊！这娘们儿比他还不正经。二更里那个张秀才把莺莺搂在怀，莺莺可就说呀。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，那么呀，嘿呀，抱过来你呀，抱过来，你白白的抱过来，哎哎哎哎哎。三更里那个张秀才把褂子脱下来，莺莺可就说呀，哎呀，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儿，那么呀。哎呀，脱下来你呀，脱下来，你白白的脱下来，哎哎哎哎哎。四更里那个张秀才把裤子扒下来，要不然您自己演吧。我这好不容易有场商演，莺莺可就说，哦。小奴家本是一个贞洁女，还贞洁女，扒下来，你也扒下来，白白的扒下来。谢谢谢谢。到关键了。五更里那个张秀才。你让我唱吧，好嘞，兄弟，咱俩一块儿听啊。把早点买回来，非听唱吗？没有，这还行，这就是正能量，是不是？这算什么正能量？可以了，在德云社算是正能量。是是是，这就是正能量的这个闹五更。你包括呀，我认为大西厢里边。最有意思的最好听的什么呢？那还得说是评剧。评剧啊，评剧我是比较拿手。您擅长？多，我经常的擅长啊，真的，尤其是唱出来也非常的好听。我给您学上几句。好啊。评剧，评剧啊，是别管银河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，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，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。不是您太善良了，您还给他鼓掌呢，你这不算诈骗吗？怎么算呢？怎么算呢？就是，你不唱评剧吗？我唱的是不是评剧？是。你听听，我听什么呀？人说是，人说的是是评剧。你先等，你等会儿吧。您说唱评剧，您唱的这是评剧。哎呦，啊，你是不是近亲结婚呀？怎么了，你这小赵氏？您说唱评戏呀、啊？哎呦，你说评戏呀、啊？评戏、哎，那谁会？不会、啊，那能不会吗？我这大狮子级的，大狮子级的，我能不会吗？谢逊一样，您这，您评戏也会、啊？垫我那口刀呢，是吧？我垫你那假发呢？要说这个屠龙刀，不是屠龙刀干嘛？评戏吗？评戏。评戏的大西厢，哎呦，那是唱出来家喻户晓，俘虏皆知。哎呀，俘虏皆知。哎，王志和知道不知道？王志和是哪个辈分？
我说都是谁呀、啊？我哪知道哪个团的？没听说过呀？什么石城？什么叫妇孺皆知啊？是应该是妇孺皆知。妇孺的意思，妇女小孩儿。哎，妇女小孩都截肢，都截肢。我咋最后给人截肢了？都截知道，都知道，哎，都知截到。嗯，对的，这个唱出来好。嗯，说的是两个人物哈、啊。嗯，张生和崔莺莺。崔莺莺。对。哎，今天你有时间吗？我没时间。好的。没时间，你来这不上班来的？我上班，我这马上下班了。咱给大伙配合配合。怎么配合呀、啊？你来那个崔莺莺。我来表。打一格是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男的，我养不了女的？你太自信了，你真认为自己是个男的？你不了解自己的本质啊！哎呀，你是可以这个变化？我变化不了，我这怎么变化？一般你就得来女的，我得来张叔，你来崔莺莺，我凭什么呢？你看啊，嗯，因为什么？男的一般的情况下都比女的个头要高一点。我来崔莺莺，我来崔莺莺。虽然说我很骚，但我这是扮演的角色，我使活表演，但没有单纯美女。没跟说，我这角色里边，我要崔莺莺，我肯定比你还崔。比你还崔着呢。我觉得你来着崔莺莺，行不行？行行行。虽然说啊，你这个长得这个模样啊，真的捯饬起来呀、啊。真的，你倒是再好看，真的是你这个形象。是，崔莺莺得了脑血栓都比你好，比你好看，真的。你赶紧准备两丸这个安宫牛黄丸。那是治什么的呀？大量的心梗啊，脑梗啊，抽搐啊。你怎么对这么知青呢？天天吃。行不行、啊？行行，简单行，简单给你化个妆。嗯。哪个脏一点？别挑脏的。哎，你把脸露出来！我都没动，我都。把脸露，你不要脸，你不要脸。哎，真有点女性的那种阴柔美，是不是？连偷地雷这是。微笑啊！造化。
端详，上面写春天有雨花开的早啊，下面写秋后无霜枝叶长，走进花园用目望啊，哈哈哈。